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在尔湾的花果山 Grove 小区来看一个大户型的新房。这个社区呢，它的名字叫 Genoa，为 KB 建商建的。我们今天要参观的呢，是它的户型一号。这边呢，是一共有三个户型，全部都是3400尺以上到4000尺之间的大户型设计。那这边呢，平均都是4房4.5卫的设置，可以做到5房哈。那这边呢，它的学区非常好，是9分、9分和9分，物业费呢是289块钱。每一个户型的房子外观呢，都有3种可以选择，有西班牙式、北意大利式，还有塔斯堪式。那么今天呢，就让我们来参观一下这一栋户型一号，3594尺，售价呢目前是174万起，45天内可以 move in 的，比较类似于现房的房源吧。好了，跟我一起来参观一下吧。我们现在在它的户型一里面，户型一呢，一进门就有一个非常古典的铁艺木艺楼梯。那楼梯的把手呢，做了铁艺的设计，是整个的空间呢都非常的复古，非常的神秘，具有一些皇室的贵族气息。那楼梯呢，贴心的做了一个转角的设计，虽然它的楼梯没有正对着门哈，但是建商还是十分贴心的把它做了一个转角的设计。避免了一个我们中国人不喜欢的一个风水大忌。那么进门左转呢，就是一个套间，请自行参观一下。这一栋的整体设计都是非常的复古的，包括这一边的正餐室，还有旁边的摆放厨具的小柜子。那餐室旁边呢，非常精心的设置了一个 powder room， 可以供客人使用。双拉门的设计大大的增加了房间的采光性。注意，这边的举架呢是10尺的，是挑高顶的举架，让整个空间呢更加的开阔。看看它这些非常复古的小物件儿哈，还有这种拼色的橱柜，白色拼非木色，这种设计呢也是比较的有特色的。那这边呢还有一个中厨，可以做中餐。Thank you.
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户型一的视频。户型一呢较比户型二它可能更加的有家庭氛围，那它样板房的装饰呢是更加的复古的，不知道这种风格屏幕前的小伙伴你们喜不喜欢呢？那记得这个小区呢它是一个铁门社区，24小时警卫门禁社区，小区内的绿化呢是非常的好的，并且呢四周环山，有郁郁葱葱的牛油果树。那么 KB 这个建商呢本身也是个不错的建商，现在新房呢都装有太阳能，并且是各种各样的节能设施，省电省水省各种各样的能源哈。那这一边呢每年大概可以省下，我在看墙壁上大概是2-3千吧，这个户型大概是2-3千左右的电费。那这个有没有让你心动呢？如果你对这种房屋感兴趣的话，记得联系我米娜，或者是你对其他尔湾或者是加州房产感兴趣的话，也欢迎随时联系我。那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，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就请关注我一下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